你快啲鏡頭得喎，嗱一上嗱，我彈劈，嗱即係咁，一彈落嚟，一個劈，喺個劈咁跟落，一彈劈，向我挑戰過招，一立一殺一把咁樣，一彈成個瞓低，我個心口都頂佢幾長，我一九十幾，都唔係有鋼板嘅喎，唔使運氣嘅喎。习乐家行拳超过七十年，今年已有九十四岁高龄的华叔，至今仍然手脚灵活，不单止行得喐，企得稳，上蹿下跳完全冇难度。我十五岁啊，拉我吊飞机吊上条树就打我，我又冇犯事，仲读紧书，身边内嘅伤啊，光复后呕啊，食乜都呕，身边啊托人运到张溪乡嗰、那个、那个蔡旭球系我师傅。求到佢成年啦！乐家行拳创自南宋名将岳飞，由实战中总结而成。乾隆年间，由山东拳师高超明传入广东。周万华系广东地区乐家行拳嘅第六代传人。我哋嗰种劲咧，叫做寸劲嘅弹簧劲。打得快，出手快，收手啊，仲要快过出手。因为佢有嗰个弹手弹劲，即系佢打出要快，就防止你捉佢，佢就一打咗出去就回翻手再打第二下。乐家行拳属内家拳，有行、企、坐、卧四种桩功。要练乐家拳，必先练习桩功。全身放松，唔能够话。冇住嗰套气，揸住拳头，第二个式大鹏展翅，第三个式咧双平掌，第四个式网掌，呢、这个就合掌，鼻入口出，你一吐出嚟嗰啲气沉落丹田，一吸咪升起，一索啊，一吐个肚胀噶啦。除此之外，流传至广东地区嘅乐家行拳，仲有唔少器械功法。乐家棍、乐家军大刀、当然仲有乐家枪法。